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五五的包装机，上面的呢是专门做国内小型单体店用的啊，专门包装衣服的款。这一款呢是我们公司最新开研发的，专门供东南亚、南美、日本、非洲市场的啊，相对来说出口的比较多一点啊。这一款呢是65的，专供日本、韩国啊、欧美市场的。啊，也相对来说是出口的。这款呢是半自动的，啊，是高档酒店、宾馆、大型洗浴房啊所必备的产品。它比普通的手动包装机包装衣服要快3至5倍。啊，有些。这什么这款机吗？
再拿出来。